我老婆用赵四步伐逛街时，哎，一会儿进商场，你用赵四的步伐逛街呗。怎么脑子是有病不？你又不用赵四步伐逛街的话，我就不给你买衣服了。你做个人吧啊你，我不用。哎，哎，我再给你加条裤子。你大晚上叫我干嘛？我买了三张电影票，今天晚上的。这咱俩人，你买三张干嘛？哎，你傻呀！一张给我爸，一张给我妈，还有一张给我弟，这样我家今晚就没人了呗。然后呢？然后你来我家，我做饭给你吃啊。你是心动啊？你是不是想骗我洗碗？哎呦我的妈！Seven. 我已经想好，我今天就走，我让你后悔。你犊子吗？不行，我今天就要走。我求求你了，爷。西瓜，答对了，答对了。Six six。哥，我回来了。哦，回来了。哦，叫哥。哎，哥。哎，过来喝茶。不行，我太累了，我先去洗漱了。去啊。你妹啊，对啊，好漂亮啊！你不是说你们是龙凤胎吗？是龙凤胎。但是你们样子差太远了吧？哎，我是介绍给你认识的，我非他不娶。哥，我先完妆了，还有什么事吗？算了，等一下。陈爷打听拿下，拿下，拿下！你把那爹微信给我推过来。那还是说我肚子里生出来，当然归我啦！胡说八道！那提款机取出来的钱归提款机吗？还不是谁插卡归谁？那取出来是假币，你要不要？你的女秘书进公司几年了？三四年了吧。她多大了？三十多了吧，具体也没问过。她漂亮吗？还行吧，一般般。她穿衣服怎么样？挺快的。江江，嗯，吃好了吗？好了呀。啊，对了。Thank you。嗯，我更希望你对我说另一个 you。Fuck you！ 我他妈心态崩了呀！你先跟我解释一下你的工作牌和工作服呢？你不要解释这么多了，罚款200。我跟你们讲，我也是从你们这个位置做起的。现在呢，我已经有房了。也有车了，你们也必须给我加油，听见没有？你买的车凭什么要我们加油？